Bang Ege.下面嘅原先嗰只差唔多功能，但佢大啊嘛，升多，系可以。黐线！呢个都系黐线，呢个都系做成面条嘅。咁啊，阿皮，我就喺呢个位置啊，等下会装翻俾大家睇。装嗰个，系啊，大家睇到佢扎少少。又點樣裝翻到個？即係兼咗 M D 廿八嘅功能。睇咗咁多功能。可以。通常咧就先壓幾次面先為做。裝呢個豆腐。裝翻到都都係。黃飛飛將配埋喺度。再用啫，仲有嚿。這兩個其實是壓面的。對 ，M D 廿八八那些只是壓面。288388。八八对呀。然後這些可以切面条。这些又可以压面，又可以切面条。面条呀，你面粉。现在放多一个刀子，就可以，这个可以压面，可以切面条。放多少？他本来把它拆掉就等于压面了吗？现在把它装上，你看啊，把它装上那个刀叔。过来压，你可以专门压，不切也行。我的意思是，可以先抓上去，它又不切又压。切的干。兰州拉面不是这样的喽，人家是手工的，他没钱买这，要有脚劲，真好。放在上面压，下面去。不错，好好哦。哇，多好用呀！是啊，好好用。下次你去兰州拉面吃饭的时候，我也压面吃饭哟。看起来不怎么样哈。不好吃这样的，可以看的。咱们吃吧，好好打理。买了大多。你们他几米的条啊？这条是炒红的。市场上的应该。红条这个是炒红的。